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时间是2017年的1月19至20号的晚上。是的，我是阿曲。那今天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晚的电台之夜。我们今天换个人，对，今天换成了男主播。没错，用我这迷人的声线为大家服务吧。没有啦，就是该怎么说，对，我现在好像只能用这个声音跟大家说说话了。好不容易昨天的公鸭嗓到今天的早上的还是破了风的嗓声，那现在也有可能会，对，你知道，前功尽弃的。不过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坚持说看能不能录，每天试一点试一点。那我们电台已经休息了三天了，你知道，三而不为就是四不过三，我们不能这样子做。对，尽可能的，其实在休息几天来，我已经觉得其实电台一开始做连续好几天的更新之后，我们可以来定个一个礼拜一更。没有啦，对，我没有太刻意，就是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，你知道，准备再多，当下如果就是事情赶不上变化，那就只能这样子了。我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声音会有什么看法。对，我今天就是做个我心目中梦寐以求的汉子。对，我从，其实我生病，我其实这一次的生病不太像生病，我就是一直知道我着凉了。那每天起来我的声音就是可能完蛋了，鼻水很多，然后喉咙会痛。那其实到后面就是可能早上起来下午场就会还好。那该怎么说呢，就是直到前天，就是真正变公鸭嗓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反而还在想我的声音能做什么。天哪，我已经想玩配音玩到有点病入膏肓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有想到说可以玩玩太监音。其实后来听一下我就是玩的那些声音的音频啊，就是其实我声音还是不太，在感冒的时候还是不要乱玩啊，就是虽然声音沙哑的确会呈现一种其他的声线，不过其实声音来讲的话很虚弱，所以你反而表达不出那种饱满的声线。对，那今天我们就当个迷人的汉子撩撩大家。对，真的想做些，就是用这个声线跟大家讲讲话很久了。对，应该不至于啦，大家就是觉得进来之后就会是个男孩子，是吗？会吗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吧。虽然我还蛮希望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个男孩子的。对，那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。对，现在用这样的讲话方式还蛮舒服的。对对，鼻腔共鸣，然后还有点浑浊的天然的嗓音。我现在是低沉的状态，但是是自然的发音。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的，就是压低我的声线还是怎么样的，都没有。对，平常你们跟我讲话，我就是用这个语调，然后我现在只是用不一样的声音来表达这一切。对，那昨天就是非常非常的。对，也是怀抱着我的小粉丝的雀跃，又再一次跟我的教高聊聊天。对，我突然间发现到一件事，我觉得我需要表扬你们。对，你们那些曾经留言给我，然后双手颤抖想着很久的你们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对，我实在无法不嘉奖你们，给你们一个就是抱抱你们。对，就是很久很久，阿许也是没有太想太多的面对大大。对，我其实对于三次元的喜欢
其实二次元还好，就是要很认真的喜欢什么东西好像都不会太刻意，还是在于可能还蛮一头热的，对，某个时期某个时期某个时期，所以我也知道人是还蛮善变的，所以我也不能生气说大家的来来去去还是怎么样的，因为我也是个来来去去的人。那如果今天对你们生气了，那对于那些我曾经这么做过那些人，对，那我又有什么立场说这些，应该是一点立场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真的是每次面对上次说的小粉丝的雀跃，然后我有说就是被大大加好友，然后就很理直气壮的都是直接敲大大。对，我不知道我应该把自己定位在哪里，或许应该是要把自己当小粉丝的卑微呢，还是自己或许也可能是大大的等辈的关系来看待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以站在平等的线上，就是如果他把我当朋友，我也把他当朋友的回复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上对下的状态啦，对，所以我基本上大大可以不用回复我，但他回复我，我非常开心，然后我也会很后怕，就是我要再回什么，就是天哪天哪，我可以很颤抖的，就是要想着要回什么，一整天在排列我的思绪，就是怎么开头，怎么中场，怎么结尾，然后再加个可爱的表情符号，对，让整个画面可以看起来比较生动一点。虽然我对你们应该是没有这么的认真，可是我的字里行间还是都有表透着我的真心。对，我打的话肯定很多，就是没有像是我刚才那个步骤，就是一些话我排列了这么久，就是可能从早想到晚，然后还有表情点缀了很多，让整个画面看起来很生动，而且绝对不会让人家讨厌，就是中间穿插了一些可能打扰的抱歉，对，绝对不能以高姿态去讲些什么，你毕竟是人家的小粉丝，对，如果你把人家当大大的话，你就不应该是用那种我好像是你的头顶上的谁然后跟他们说话，对，我们要用以下往上看的姿态去看待他们，要去取悦他们。没有，我没有在说你们要对我这么说，我只在说我单纯的说我自己，我昨天我最近的做法，对，那啊，能加好友的好处啊，对，就跟我的教稿可以直接私讯我每天聊天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对，虽然我昨天跟他聊了一下，就是你真的有小粉丝的雀跃吗？对，大概是我太自然熟了，然后人家其实很紧张，我都没有想太多之类的，真的是对不住他了。那我想想哦，对，聊聊废话，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。虽然我好像在做实况的时候，永远一直在跟大家说我在生病，然后永远的在收大家的早日康复。对，我已经多次的早日康复，那我也希望我这次可以。那其实也还好啦，就是好在于它不是像我以前的大病那样子，就是可能鼻个塞啊，喉咙有点紧啊，偶尔咳咳嗽啊，有点着凉啊，对，这样的状态。那也很感谢这次的感冒赋予我的迷人的嗓音，让我成就我今天的广播。是的，突然间觉得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。对，这样的声线有可能之后就听不到了。对，这么迷人美妙的公子音，自己讲。
然后又带点破音这样。对，有些声音，有些声音是没有办法。对，如果太急快的话，我就会开始逼车。那我现在只能用非常非常非常缓慢、沉稳。我是个很不错的男人的语调来跟你们说话。那希望汉子们也不要太难过。对，这是一个年代很开放的年代，大家也可以欢迎来跟我对要交流一下。我们都是汉子，是可以变成好朋友的。对，那我们好像扯远了。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就是对鼓励你们一下，就是你们很棒，你们很棒。对，在有这么踌躇过要留言给我的你们，我真心在这边谢谢你们，因为我好久没有体验到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，跟惶惶的不安感，还有是不是打出去会被人家讨厌的感觉，这一切都造就了我，就是这些经验造就了我可以用你们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。对，我又多了一份新的视野，这才是所谓的同理心。对不起，我以前太没有同理心了，我只会一昧的叫你们请跟我说话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们需要时间，但我相信你们的心意我都是会收到的。对，那也不妨把你们的心意表态出来给我吧。对的。那关于粉丝团啊，就是去年就是一直荒废了。那我最近研究了一下所谓的粉丝团的部分，那私讯的部分，我发现官方系统吧，私讯这个东西的确可以调成可关掉的部分。那这个部分让阿徐感到倍感窝心，对，非常的开心。因为我一直不太理解，就是所谓的手机的 APP 有一个专业小帮手，对，它是可以再看到以前的旧的留言的。那我不百思不得其解，就是为什么新的页面是找不到的。那在这个部分就跟大家说一下，阿徐是不会开放粉丝团的私讯的。对，因为我非常我个人非常非常讨厌已读的功能。对，因为已读就是一种情绪勒索的现代人的文明病，没有办法，连我都是。那即使是用一般的管道来讲，或许你寄信给我了，也有人会觉得我就是该回信给你，但至少我可以自己判断，自己选择，而不是一昧的被你判断就是我该回复你的状态。所以如果真的有什么比较私密的内容，不妨可以寄信给我。对，那如果是我判断是在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就可以留的言的话，我也会无视你。对，因为如果你发表这种言论在我的信箱里，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跟我装熟。我不太喜欢人家跟我自然的装熟。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关系的话，还是你有特别做什么的话，你没有刷我的好感度的话，我会觉得你是谁，你是哪位，然后我会非常讨厌你这装熟的行为，我会把你列入黑名单之中。对，阿徐的心中已经有几个黑名单了，希望你们自己可以注意一点。对，如果最近有做类似事情的人，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被我讨厌了。那怎么说呢？好像也不需要特别说什么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声音啊，就是应该要聊聊汉子，所以我刚才就是在唱，你是我的谁？对，
这一首就是撩妹歌，可是我在唱副歌的时候就是会破音，所以其实我迷人的嗓音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驾驭它。可是我们可以来念念个歌词。腿又长又细，能跟台北101比，穿着高跟鞋，屁股晃来晃去，把只在我射程里感到杀气。他把头发往后甩，发现我在聚集，一点都不怕，露出诡异表情。他就对我眨眼，意思要我跟他去，拉着我的手带到他的房间里，我的汗毛都直立，因为他用言语射了几句。你整个完蛋了，就看着办吧，我要你跪下来大声喊我爸爸，谁是你爸爸就看着办吧，我要你跪下来大喊我爸爸。对，我用念的可以，我唱了没有办法。对，就是副歌就会破，跟可能这一点的形象跟大家对阿曲的认知不太一样。其实阿曲在 KTV 唱歌，就是我以前跟朋友出去唱歌，我都超级喜欢唱这种非常燃的曲子。对，能嘶吼派，阿曲是唱歌喜欢唱嘶吼派的人。对，不是你们听到了软妹子的声线。对，阿曲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汉子，我不是个妹子，所以因为这样的响声，大家都会觉得阿曲就是个软萌的妹子啊，还是怎么样的。不，虽然我以前也有很可惜的觉得为什么我不是爱妹子呢，就是性向这一块我有感到可惜过，但可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啦，就是对，我可以用女生的身体毫无防备的去诱拐很多妹子回家。不，这不是做坏事的，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妹子很棒，就是所有世界上的妹子不分年纪都是很棒的。就是以前浅夜，就是男女悄悄版浅夜说过的话，对，他就是个万年情圣。不过阿曲也非常非常认同他这句话，就是大概是同类人吧。那讲了许久之后，就会听到阿曲的沙哑的声线跑出来了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对，那今天好像也只能聊聊所谓的日常，那至少今天好像可以录个电台，有点开心。对，那是的，阿曲非常喜欢这种嘶吼类的声音，虽然我觉得我的表现应该没有办法。那对于尾音的这个执着，猜于就是可能以前唱歌我也是会男女生自己都自攻自受的自己来，对，不会假与他人，像是还蛮多歌的。对，那对，就像是为了你和火，阿曲在某个年纪还蛮常唱这首歌的，那像是空港啊还是什么的。对，很多很多歌，就是我现在去 KTV 应该也不会有新的曲单，就是那些歌只能再跟着点吧，就是你知道上的年纪的人很不容易开始更新自己的软件，就是没办法，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因为自己行为懒的关系怪在于年纪上。对，那好啦，我觉得渐渐在后我们电台的最后，我觉得有点像回到了原本的声线。
那是不是有点像是御姐音的状态？对，有点偏低，偏低，然后带有一点磁性，但是是女孩子的声线。对，那跟刚才的这一切又怎么样呢？是的，是的，对。那应该是说我可以现在稍微拉一下调，就是拉高音是女孩子，拉低音是男孩子。对，哎，好像还不错哦，是不是可以来个什么小剧场？可恶，这时候就会很由衷的希望是 live。 对，就是大家可能当下有什么意见，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立即的现场发挥。其实阿曲比较纠结于就是没有点啊，就是没有梗。然后对对对对对，粉丝团最近新发的文啊，大家不要无视，千万不要无视。阿曲在征文征文征文，对，有空去 Facebook 可以看一下。大家还活着的大家，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，是的是的。然后在虽然还是很感谢，就是我最新发的文的确有提到我感冒的事情，电台休息的事情，可是我还是比较着重于所谓的征文，对，征文，请大家留言，不要就是只看上面忽视下面，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。好，好像在求票哦，等等，不行，我觉得如果不保持画风的话，这个就是会变成阿曲以后的黑历史，笑声都被切了。对，那嗓音声线，那是不是既然我们刚才都用那样的声音去念了你我是你的谁，因为我现在页面就是放着他的那个放着他的歌词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声音来念念看好吗？腿又长又细，就能能跟台北101比，穿着高跟鞋屁股晃来晃去，爸只在我射程里感到杀气，他把头发往后甩，发现我在狙击，一点都不怕，露出诡异表情，他就对我眨眼，是要我跟他去，拉着我的手带我到他房间里，我的汗毛都直立，因为他又言语说了几句，你整个完蛋了，就看着办吧，我要你跪下来大声喊我妈妈，谁是你妈妈，就看着办吧，我要你跪下来大声喊我妈妈。等等，不行，女生的声线会跑，比起男孩子的声线，我现在女孩子的声线会跑，完蛋了。所以最近这几天就是可以去把妹的时候了，妹子们等着娶我，等着娶野我来了，是的，哈哈，真的我觉得好好笑哦。对，我觉得这种就叫福利时间，因为我不是说我最近是在听歌嘛，所以歌手们都会有所谓的就是福利歌单，所以阿曲最近得知了不少所谓的福利歌曲，还蛮不错的。对，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听福利还是不错的。对啊，我觉得阿曲是没有训练唱过歌的人，所以我算是一个屁曲都会跑调不适合唱歌的人。那我有在想，就是之前观众有要求说也不是要求，就是有建议说看能不能听我唱歌。那这个部分我有试过，可能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唱的地方，阿曲可能用
配音去玩掉它。对，或许我们就可以卡个软妹子的声音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，因为我今年才六岁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唱很高很厉害的歌曲，因为我也不是很厉害的小朋友。但我觉得我可以，怎么说？我可以很开心的唱出来给你们听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六岁的声音，怎么办？而且好像也不是女孩子，怎么办？完了，我配音也要毁了。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对，如果在之，我觉得我电台在之后，如果可以的状况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希望会把它变成可能每周一次的 live， 对，但还在思考啊，对，很多很多事，而且阿许的思考的速度跟大家不太一样，你们的一天是我的对，你们的七天是我的一天，所以我跟你们的反应速度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大家记得这个比率哦。对，就是你们过了一星期，阿许的处理速度只有一天。对，可能我们时光流速不太一样。就是之前有讨论到的，就是每个人的步调都不太一样。那这边也很明白跟大家讲，就是阿曲的步调可能因为跨年，对不对？因为比较重大的节日，所以我跟你们跟上了一段时间。那这三天没有办法发布电台，我又想回到我自己一个人的感觉了，对，一个人的感觉。所以你们也不要太难过，我也不要自己对自己太难过，就是可能你们好像又消失了，那其实没办法，我会尽快，好不好？尽快跟上你们的步调。可是现在我的步调真的有点慢，又外加又冬天了。好啦，我觉得不要再多说，就是现在很习惯，就是好像要录到半小时才能，对，就是是的。一定要半小时，这好像不是我当初的意愿，但好啦，是的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电台时光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今天会喜欢这个迷人的声音，虽然跟平常的有点不同，那也不是换了人，对，一样是我，只是平常是曲妹子，那今天变成曲爷我啊。那我觉得讲话的声调跟声态跟还有一些语气都也变得变化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这都是阿许我之中的我，每天在变化的我，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被影响的我，对对，如果开始听太多对岸的声音一些口音啊还是什么讲话方式，还是会被影响。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，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地也大，就会很多，我觉得语言是一个还蛮奇特的东西，尤其是声调。虽然我们都不觉得我们自己有台湾腔，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软萌的声系，对啊。好啦，我觉得嘲笑自己，不是嘲笑，就是稍微抿一下自己的声调，自己就是开始哑了。那像大家今天的电台夜间时光，依旧可以开心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，好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晚安。